C'est bon.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请就坐，因为我们的仪式就要开始了。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就坐，我们的贵宾就要到了，仪式就要开始了。谢谢。
Okay. All right.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就坐。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入座了，会议就要开始了。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Thank you. Mais pour les francophones, ça voulait dire merci de vous installer, car la cérémonie va commencer incessamment. Merci.
联合国秘书长先生、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先生、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而且我也非常荣幸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教科文组织参加本届互联网治理论坛。我要感谢秘书长和法国总统亲自前来，显示了他们现在和未来重大问题的关切，而且显示他们对多边主义的关注，也是最近法国在巴黎最近举行的重大活动，包括昨天开始的和平论坛所关注的问题。因为现在正在到来的挑战，受到数字、数据和算法、人工智能等各种革命的深刻动摇，不容等待。需要我们国际社会所有人起来解决，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行动来解决。如果没有民间社会的组织，没有私营部门、学术界、科学家们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我们2030年议程可以受到数字革命的支持。我们看到很多领域，包括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遗产的保护，还有海洋的监测方面，都得到了数字革命的一些好处。但是也有一些挑战，挑战需要我们共同应对，尤其是那些教科文组织职责范围内的挑战，那些普世价值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要去在数字时代去捍卫这些价值观，这也是我们的世界。还有就是普遍互联网的挑战，因为互联互通还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有1/4的人可以上网，但是在其他国家却只有1/2可以上网。还有社会不平等、性别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数字世界有增无减，还有语言不平等，包括传播思想的语言，还有数字空间的表达也面临挑战。比如说网络的欺凌，尤其是学校学生所面临的网络欺凌，还有一些这个殖民意识的传播形态，一些仇恨的信息在网络都肆虐，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行动、去监督，还要培育培养。在数字世界，还有我们的作家们，他们在网络上进行创作，他们也应该让他们的这创作得到公平的回报。还有就是人文的思考，那就是伦理。伦理是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核心任务，尤其是人工智能伦理，这个是我们都要回答的问题，是提出了对人文主义的一个挑战，需要在全球进行对话。联合教科组织会积极参加，和联合国所系统一起去支持，和所有那些愿意参与的人，包括会员国，还有人类学家、研究学者们、哲学家、艺术家们，他们都可以为此做出贡献。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们教科文组织的建立，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场所进行思考，我们还有机会会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现在，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总统、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来到巴黎，在这里，创作力和人类的天才构想在这里始终都是繁荣发展，也是在巴黎，在1805年的时候，
是这个机械电报第一次被使用。在70年代的时候，迷你信息网 Minitel 是一个法国的发明，是伴随了互联网的诞生。路易斯普赞用他的数据报让数据传输的打包传输成为可能，也让后来互联网成为可能。在法国，数字时代的好些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马克龙总统也是继承这一丰富的传统，而且继往开来。我要特别感谢总统在这里接待我们，尤其是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是让历史、技术和哲学有机会在这里对话。我们只有认识历史，才能够预见未来。现在我们必须要考虑用什么办法让科技和他们强大的解放力服务于我们人类核心的价值观。全国对话，法国的全国对话是考虑正在讨论一些决定我们数字未来的一些话题。在巴黎的咖啡厅，在这里的会议室，哲学家们和作家们都在几个世纪都来考虑技术对人类的影响。正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创新，我们来到教科文组织。我们在这里经常会讨论，像就是在伦理、人工智能这些讨论。在今天，我们就是在过去与历史和未来交汇的地方，开启第13届互联网治理论坛。女士们、先生们，互联网治理论坛从2005年在突尼斯召开的信息社会首脑会议以来，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当时，脸书才迎来第一批追随者，第一条推特还没有被发出去。在短短13年，数字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一些新的机遇，数字的解决方案改变我们的生活，可以很快的推动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除了有巨大的好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网络安全、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互联网被用成一个平台来散布仇恨演说，压制、审查和控制。我们只需要看报刊的头版头条，就可以看到互联网和社会是这个社交媒体被用来进行分裂，使人们激进化，散布不平这个不信任、部落主义以及这个仇恨。有一些论坛，新的论坛也建立起来，来讨论这些问题和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我们 IGF 互联网这个论坛就要考虑如何适应。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很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始终具有相关性。那在法国今年是东道主，明年德国是明年的东道主，那么他们都投入大量的钱，这个能量和为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做出重要的投入。我很高兴看到联合国数字高级别合作会议，我在就是也是在这个与 IGF 进这个积极的合作，怎么样去增加我们 IGF 的相关性呢？我呢就想提几个建议。首先，我们除了是多利于官方，我们还必须是多学科的。在参与方之间的合作没有跟上数字进步的步伐，数字革命的步伐。数字技术是跨学科的，但是我们的讨论却是闭门造车。比如说在技术、经济、人权、标准化以及司法管辖区方面的这些政策都涉及到数据，如果我们闭门造车的话，就会有更大的风险，会有一些互相冲突的政策。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可能会想请一些哲学家来讨论伦理，可能请一些其他的科学家、人类学家来讨论这些技术的问题。
在讨论社交媒体的时候，也需要把政治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纳入进来。我们需要广泛的这个学科知识，然后才能够拿出平衡的政策。比如说，在如何在这个隐私和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第二，我们还需要有共同的语言和参考。那我就请高级别会议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和语言，来怎么进行数字合作，要有共同的参考，要有新的方法，要用去解决现有的已经有的问题，比如说贸易、安全、人权等等。我们必须要确保那些最重要的一些论坛在讨论那些重大的问题，而且可以受益于跨学科的资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必须要让全世界的数字合作成为一个全球的故事。第三，我们还需要专门的努力来去使那些弱者的声音，那些没有发出的声音得到倾听。那么 IGF 它是一个多利攸关方的方法，那我就敦促数字讨论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数字增长影响所有的人，那些被传统被忽略的被边缘化的声音应该被纳入到 IGF 的工作中来，要让当地的社区参与进来，他们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怎么样运用数字革命来创业，来实现包容。那些残疾人们，他们也对数字技术有一些非常有创意的用法，而且要不遗余力地把妇女纳入进来，他们在设计和在终端使用方面代表性都不足，而且在获取数字技术方面也是这个性别鸿沟也在拉大。还有老年人，他们对于数字和机器人技术也是在积极的应用。数字经济在改变劳动力市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破坏旧的就业机会。我们要支持文化和教育系统来促进终身学习。还不要忘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他们没有足够的途径或就是连到互联网。那 IGF 怎么样能够在国家内和国家之间缩小数字鸿沟？我就呼吁大家去找政府，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那么我们就需要他们去倾听这些声音。IGF 怎么样能够去受益于这些声音？ IGF 怎么样能够给政府、私营部门提供帮助，应对数据安全和基础设施的问题？最后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的论坛讨论有重大的影响。新技术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对于这样的转型和颠覆的理解却是不够的。记住，技术需要赋予我们权利，而不是超越我们。我们需要制定政策来遏制那些预料外的后果，或者是恶意的使用。关于互联网的治理的讨论不能纸上谈兵，政策以及相关的准则框架必须要得以制定，必须要有影响力。我们不能把数字时代留给市场看不见的手。传统的监管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挑战，非传统的多边的多利攸关方的合作将非常重要，包括私营部门、研究部门以及民间社会。 IGF 需要考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影响，更大的影响互联网治理。在未来三天，我呼吁大家去专门认真思考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增强对互联网的信任。有一些数字风险可以转化为数字机遇，大家有联合国经售部的支持和很多 IGF 论坛的支持。多利攸关方顾问组也支持你们，我祝贺你们，因为这个 MAG 今年是性别平等，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平均代表性。
信息社会首脑会议的决定是建立了我们互联网治理论坛，让我们有机会改善现在有的机制。我们必须要去有一些新的建议来加强我们的 IGF。另外，高级别会议还可以，也可以带来新的想法。这是一个独特的机遇，一定要最好的利用它。关于治理，我们必须要有创意，要大胆，就像那些发明了互联网的人一样。大家要相信，我会尽最大力量支持大家迈向繁荣的、安全的、公平的数字未来。你们在带来这样的改变，我祝愿这一次互联网治理论坛取得圆满成功。Merci beaucoup. 谢谢联合国秘书长 Antonio，感谢您刚才发表的演讲，以及您刚才昨天在这个巴黎和平论坛上所做的发言。当然，这个您两次发言中的主题都是共同的，也感谢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部长、各位大使、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法国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来到教科文，而且在联合国的系统就在巴黎中心来参加这样的会议，所以首先请允许我说呢，非常荣幸今天来到教科文。教科文组织是一个我们进行多边合作的一个独特的工具，保护文化遗产，进行文化间的合作，改善治理，以及积极的这个支持多元性和这个网络治理的问题。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和时代，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深信联合国以及呢教科文组织，我们希望教科文组织能够说服更多的国家参与我们的这一个举措，所以呢，我更加为今天到这里来参加会议发言感到荣幸。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呢，是关于网络治理的论坛。可以说呢，30年以来，这个互联网的出现啊，已经有30年了。但是呢，30年以来，实际上这个网络用的这个设备啊，用的计算机设备和到现在的这个网络的发展呢，已经有很多的不同了。但是我们现在所见证的一切，可以说是信息技术啊飞速发展的这一个过程。我们就在过去的几年中，看到呢，信息技术发展的是如此的迅猛。比如说，我经常呢会把这个因特网的发展和15世纪中的时候的那个打字机的那个这个发展呢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对世界的这种震动，它的幅面呢更广，这个深度呢更深。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但是，正是几十年以来，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方式也有了巨大的这个变化，同时呢，也影响到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治理的方式。因此，我们能够看到，有了信息技术呢，可以使得这个人有机会呢来接触到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世界，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活动中都体现到这一点。而这一个变化呢，还在继续着，
比如说每一天我们都会见证技术层面的那些变化，你们也可以亲身的这个见证。所以呢，这些都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健康领域、文化以及教育领域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而在我们未来的几年中，还可以看到会有很多的新的变化呢，还会出现。因此呢，它给我们以巨大的这个发展潜力。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正像呢，在我们捍卫共同的空间或这个领域中，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此外，互联网在这个 GovTech 峰会和其他的一些领域都多次谈到，作为一个主题。所以呢，我们更看到今天的这个会议的重要性。此外，我今天呢要代表法国政府在此说呢，由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所领导的这一个联合国组织，你的这个组织呢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呢想要说的是，我们在巴黎呢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有和平论坛以及呢互联网治理论坛。而在巴黎这两天呢，有80多个国家的元首啊前来参加纪念一战百年的活动。所有这些呢都显示我们现在当今面对的那些问题把我们各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应该采取共同的进行共同的思考，采取共同的行动。而今天互联网显然呢已经是我们大家都面对的一个挑战。因为有一些这个互联网呢是可以啊这个正常运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大量的信息，但是呢人们有的时候很盲目的去这个听信互联网上的这个信息。而与此同时呢，我们却忘记了这种技术有一天它也会不再存在的。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对这个现在使用的技术在不断的进行更新，不断的改进。我们比如在这个行政管理，在网络和网络之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会这个技术呢也是有它的缺陷。显然呢，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来说，这一个发展趋势呢是直接受到威胁。因为如果是这个网络，如果要是由于一个小小的冲突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呢对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州一个这个造成威胁。所以如果我们找不到好的治理的方法和这个规则的话，就会使我们呢不断的受到这个威胁和挑战，同时呢受到这个网络攻击的危险，以及呢那些网络犯罪也会对我们造成威胁。此外呢，我们还要这个必须要实现啊这个网络的安全性和它的稳定性。我们现在呢这个网络的安全有一天呢有可能会受到这个危险，而且呢它的这个网络啊用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和领域中呢也会受到这个危险。比如说我们今天受到的网络攻击有可能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也影响到公民的健康。比如说这个万一医院受到攻击的话，就会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健康。所以如果要是我们呢一直是这个盲目的去信任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的话，那么一旦这个系统出现了一个缺陷，它这个断裂的话，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人类中呢出现了很多的活动，包括阿拉伯春天啊，包括这个
同时呢，网络呢，它是作为传播思想的一个方式，同时呢，也会有犯罪的言论、犯罪的这个行为通过网络来传播。我们呢，看到一些民主的想法通过网络，飞速传播，比如说10年以前，网络对于这个革命化的这种发展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今天，当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可以看到，网络呢似乎被用来呢，在很多情况下被用来宣传那些仇视的观点，以及呢这个去教唆这个犯罪等等，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呢，也有很多人他们呢使用网络这个工具来犯罪。 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个事实呢，希望就需要我们呢要对网络使用有所区别，应该要保持清醒的眼光。我们不能够看到这个网络，因为有大量的信息，就盲目的去认定这些信息都是准确的，内容都是好的。当然还有那些这个。 仇视的言论，以及呢那些犯罪分子，有的时候呢是受到这个网络的保护。所以啊，如果这样的话，不仅是互联网这个技术本身受到威胁，同时呢，在我们公民这个民主社会中呢，也会直接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极端的集权的这个制度。 也会使用网络，因为呢，这个网络呢，并没有受到足够的治理，所以它就会让那些极端的制度来利用。此外，我们还看到网络的存在的这些不足，正像刚才联大秘书长指出这样。 会使我们这个社会呢也受到一些威胁，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进行思考，要考虑怎么样来以更新的形式来使用网络技术。此外呢，由于这个在联网方面存在着这个不平等，存在很多人呢不能够上网，所以。 也会造成这个负面影响。另外呢，还有网络对思想的宣传，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使用者他会可以自由的把一些内容通过网络呢加以这个传输，但是呢，还有这个他们会把一些个人的信息啊等等个人的观点啊等等都放到网上，所以啊，我们看到。 这个网络呢，它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危险，也有不足的一面。正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这个net的，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要加强治理，才能够这个保证这个网络它的可持续性。此外。 我还想指出的是啊，我们必须要共同思考。但是我们在，然而呢，我们在这个国家之间呢，却是有一些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呢是由这个有一些呢是普遍性的这个原则，这些原则啊是强加于所有的人的。但是呢，这个。 这个网络的，此外呢，还有这个相互性，有一些，所以啊，我们必须要建立起新的这个网络空间，也就是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但是又是安全的空间，以便呢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空间中来尊重我们共同的。 价值观和我们共同的理想，因为实际上不能够以网络中立为借口呢，去
它和这个网络的这个普遍的进入这个网络啊，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此外，我们不能够以自由为借口去做一些事情，而这个事情本身呢是会对自由造成这个损害。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会把我们啊这个联络在一起的那些共同破坏我们这个能够联系在一起那些共同价值。此外， 我们因此呢，我们要对这个网络呢加强治理。所以刚才讲到的所有那些威胁，也正是说明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召开这样的论坛，同时呢，也是说明了为什么我重视这个论坛，来到这个论坛发言。因为论坛讨论这个论坛的治理问题呢，是正是出于这个 看法呢，所以我认为应该要，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可以信任的这个网络互联网。这个信任呢，是包括这个平等，包括这个网络的内容。你们知道，法国和欧洲多年以来呢，一直是要这个对网络上的一些活动啊进行治理，而这个治理 或者是规范化，这个字呢提出来以后，就会呢有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这个民间社会的一些反应啊，不能够阻止作为政府要做的一些事情，因为有一些政府是民主的政府，也有是不民主的政府。在某些这个政府中呢，是极端的自由的发展，同时呢还有这个号称自由的政府，但是呢实际上它又是这个不是那么自由的。所以啊，正是出于我上述的原因，我认为应该要规范化，应该要治理，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开放的、安全的这个网络。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这个真正的实现，Gimbel-Neff Lee最开始提出的这个网络的，在发明这个网络的时候的这个理念。如果我们要不对网络进行治理的话，那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威胁呢，就是会使我们崇尚的自由受到损害和打击。此外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如果不对这个网络不能够实现对它的这个好的治理的话，那我们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用呢？只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那个是重要的，而不能够保证网络信息的准确性。所以呢， 正是出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必须要走出啊一个伪命题的这个争论。这也就是一边呢是讲的是不要治理的这种治理，另一方面呢是这个由这个国家过度的管制和这个治理的这种封闭式的这个网络互联网。 所以呢，也就是所谓的加利福尼亚互联网和中国互联网这个两个极端，一方面呢是由这个私营的部门来建立起来的，而且呢是这个从中受益的这种网络，他们呢从私营部门呢从这个网络中得到最大的这个利益。 所谓的这个自我管理的这种网络形式，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民主。另外一方呢是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网络，比如说这个所有的那些网络技术、一些人工这个技能啊，都是由政府掌握在政府手里。我们 看到中国呢，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民主的理解，没有共同，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
这一个互联网里，政府呢，它这个它的地位啊是很大的，权力是很大的，但是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这个网络，所以啊，这个民间社会和这个政府一起才能够共同的完成对于网络的治理，因为我们在将来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网络的治理和这个治理的这些规则。正像在今年五月巴黎召开的会议上我提出的那样，就是要建立一种这个共同的互制的这种网络管理。也就是说，所有的互联网的参与方，公民社会、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这个新闻媒体、记者，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只有在一起才能够共同的来完成对网络的良好的治理。这个网络的话，那么它的基本的服务都是集体的财富，我们要一起来进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呢，正是在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多边主义，适合新的数字时代，而且同时要保证它的效益性、有效性。因此的话，我今天要向大家提出一个新的集体的建议、集体的方法。这个 IGF 的话，它存在了已经有12年的时间，我们的高质量的这个交流到处都得到认可，但是呢，这个论坛它需要不能再是纸上谈兵，它需要改革，需要提出具体的建议。所以的话，我强烈的支持所有的这个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倡议。因此，法国和瑞士是前东道国，而且呢，和是在明年在柏林召开的这个会议，我们呢要一起来促进这种改革。从今年开始，而且的话，根据我们昨天在日内瓦、去年在日内瓦进行的试验，我们呢要对所有的讨论进行总结。但是呢，最终要看你们应该这个提出这个公共政策的建议，这个也是你们论坛的一个使命之一，一开始就是这样。同时的话，我也特别赞成，当然我这是个建议，也就是说，这个 IGF 今后的话，能够直接隶属于联合国的秘书长，因为他有一个秘书处，这个古特雷斯先生。所以的话，我想您提出这些建议，但是我们会承诺去这样做的。我呢还要建议，开始这个来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制定一个集体的路线图，提出什么样的建议，然后作为今后2天大家工作的一个指南。我觉得呢，有法国呢认为有好几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话，需要我们进行思考。而且我们的数字部长也在这个主持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对公民的保护呢包括数据的保护和这个对内容的监控。在欧洲呢已经开始这个携手工作，和欧盟委员开始过。那么这个数据保护的问题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总的法规已经制定出来，这个说明呢我们的监管它不会妨碍这个创新，而是会使人们对网络建立信息。那么这种监管，那么在其他的地方的话也有一些丑闻，说明呢对这个数据的保护是至关重要。所以欧洲的这个法规将会成为世界的一种普遍的标准。在欧洲还没有，还需要这个做的还不够，还需要做的更好。比如说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这个对这个侵犯隐私应当有一个叫集体诉讼的这程序，制定这么一个框架。同时我还想到的话，我们需要制定一些新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么使数据呢可以这个到处可以进入。那么这些解决方案的话，就要靠你们企业，靠各个参与方，应该由你们来提出这些建议。那么这种国际的标准，今后的话你们应该在这个论坛上
能够来提出来，特别是来监管那些非法内容，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这儿呢，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体，在这里边呢分有两块要看出的。第一块呢是和非法内容做斗争，比如说恐怖主义、色情内容，那么在这方面我们要定出高的标准。第二个块呢是它呢。是否是非法内容呢？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诽谤、骚扰这些内容，我们呢，不一定有同样的这个机制来进行管理。同样呢，还有 AI，那么通过 AI 来识别那些恐怖主义的图像或者是色情图像，它现在还不够发达。所以呢，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去做。那么，需要细化的进行这种识别，而且的话，应该由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是由法官去来确定，而不是由这些平台自己去确定。那么，民间社会如果要起到警戒的作用，起到制约政府的作用。所以呢，民间社会呢，在这方面也要发挥作用。但是呢，我们呢已经制定了一些计划，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去做。我们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那些严重的违法的内容，特别是在反恐方面，去年我们和欧盟的合作伙伴一起开始了一些讨论，和这个互联网的运营商讨论这个反恐的问题。我们呢，在9月份开会之后，在联大9月份开会以后，已经开始这样做。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我们要致意来自动的识别有关的这些内容，来改善这个相关的内容。但是这种作坊，它是一个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有局限的，这个进步也不平均，也有些地方做得好，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所以呢，我们呢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就此进行立法。为此，欧洲将制定一个明确的框架，所有的企业必须要遵守。欧盟委员会的话，去年呢已经出台了一个法律，我完全支持。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在欧洲选举之前得到通过。但是呢，是你们来提出明确的规则，超出欧洲以外提出这种规则，还有匿名，这个匿名性。它能够保证我们的表达自由，因为表达自由有的时候被受到了限制。但是呢，这种匿名性不能够让恐怖分子这个为所欲为。我们呢，需要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的刑事警察的这个合作，来追究这些责任。欧洲和美国应该找到这种司法协作的这种方法，它呢应该。遵守这个欧美公民的各自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权利。关于内容的问题，那种非法的那非法性呢是值得商榷的。所以，但是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应该紧急的找到有效的这个方法。特别是那些仇恨性的内容，那么这种要求呢，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叫，在社交网络我们网络里，在美国。发生的这个情况，那个美国，发明了这个互联网，他们呢，不同意这种坏的做法，特别是对年轻人的这种骚扰和欺凌。那么这个呢和恐怖主义呢是不一样，恐怖主义呢是在欧洲要立法来进行斗争的，而且呢也需要国际来进行合作来做。但是呢，对那种仇恨语言，对这种网络欺凌，我们呢，主要是要通过国家之间加强合作来这个来做。但是呢，它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么，这种校园网络的欺凌，造成了年轻人的自杀，每天都在发生。在这方面的话，欧洲应该改变它的法律框架，不应该只是看到这种这个开发商，还有广告，
这些呢不能够免责的，当有一些仇恨内容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平台的责任，他们应该加强监控，他们比如说可以创造一个中间的这个地位，叫这种内容加速传播者的这种地位，我们应该对此进行立法监管，欧洲的和各个国家的。 这个监管呢，在19年会取得进展。我们要一起来建立这个法律框架，因此法国将和脸书一起开始一个试验。这个呢是在19年的一季度要这么做。脸书呢将接待一个法国的立法代表团，和平台的专家一起研究一些具体的。 法规的这些建议来限制那些这个仇恨语言和内容，这是这个首创，是一个首创。所以的话，这种是非常有创新意义的试验，我很高兴看到它呢，可以让我们具体的找到解决方法，使这些大的平台在质量方面对这个内容的监管进行尝试。 我们应该传播这种迹象，当然它是一个试验，但是呢，它是第一个阶段，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最后，就是这个民主对公民的民主保护，它需要有一个高质量的信息。互联网是知识的传播者，但是奇怪的是的话，它也成了一个假消息的一个空间。这个明天的技术革命的话。 使这种假信息甚至都难以探测，所以的话，我们应该有这种有新的人工智能，能够分解解剖一个这个，比如说一种语言、一种内容，能够探测到它。所以的话，我们需要有一种信任，我们需要在这个信息里头，它必须有根据、有事实，能够。 能够有这个对记者的工作产生信任，建立信任。如果我们要重新恢复这种重建这种信任的话，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重大的决定。那么，吴江界这记者的话，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来保证我们面对这些威胁。 能够保证一个这个公共的空间，能够保持民主，和自由的言论，这个在昨天的巴黎和平论坛上已经提出来，而且得到很多国家首脑的支持，我也完全的支持，我认为这是必须的。法国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是来和假新闻做斗争 （fake news）， 特别是在选举运动当中，我也请大家呢。 要具体的支持这些倡议，我们呢在这方面可以合作，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保证，那么我们的这种选举的程序的话，能就是说让那些这种专制的政权，他们侵入，造成一个借口，那么因为有时候记者也都搞错，他们呢。 那么，而有些记者的话成为了一个这个特洛伊木马，因为他们提供的信息并不是都是同样的质量，有的是假的。有些评论的话，大家都认为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基于同样的事实的，这就是这也是民主的本身。我曾经举了例子，安娜·海特。 他在这个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因为一种现代的专制主义，他呢是利用了这种愚昧主义、宗教的愚昧主义，利用了这种民族主义的，他们是利用了我们的弱点，利用了我们的这种相对主义的想法，他们呢正在让我们屈服于他们。
使我们呢，让我们跪下去，这个对待这种，现实。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所以的话，我想请你们，那么要，投入这个项目，来保护我们的表达自己，来争取我们的这个获取有质量的信息的权利，然后能够，得到第三方的信任。另外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网络空间的，这个安全性和可靠性和信任，要避免它的这个分散化，这个分块调格。那么，网络空间之所以成为冲突的空间，是因为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他们呢利用了这个一些数字服务的脆弱性。我们不应该仅是防守，我们应该也要提倡合作和权利。我们必须要在一起合作，来加强我们的这个规则，特别是加强国家和这个非国家这个行动方的合作。所以的话，我们呢发出这个巴黎的呼吁，来加强网络空间的这个信任，来通过这个 IGF。那么这个文字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宣言呢，是第一个这方面的这个宣言，它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企业、这个地方政府，都要联合起来，来在这个网络空间，实施落实这个国际法，来保证这个数字内容的安全性。那么我们这个呼吁，好有370多个，包括国家、企业和这个各种组织，这是非政府组织都参加签署。他们呢，总结了。这个多边组织和多方组织几十年来这个工作的这种成果，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参与，能够联合签署，能够传播它。但是真正的挑战是落实它，实施它。所以呢，我建议呢，在联大秘书长的支持下，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能够监督这个宣言的实施，来达到我们所确定的目标。所以呢，现在是执行的时候，而且它也是一场战斗。最后第三个这个优先事项，是要保护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经济发展和这个创意的这种潜力。那么这也是教科文所主管的这个方面。那么互联网它有独特性，让每一个人才，无论他是在哪个级别下，无论他用什么语言，他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受众。那么这也是这个创新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所以呢，在教科文这儿呢，这个问题就更加的重要。我们要在数字空间里边行动起来，来保证我们的文化多样性。我们呢正在通过欧洲的一个法律，来正确的分享文化财产、文化资产。法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这个方面呢，这儿呢，有一个这个集体理想的这个变革的问题，在好多年里边呢，我们都喜欢这个互联网，因为它是开放性的，我们要继续的维护这种开放性，但是我们喜欢这个开放性，也造成了这种，漠不关心的局面，也就是说，好像内容都不再重要，只要开放就可以，但是的话，开放性我们不能够丧失它，我们呢要去掉。所有那些国家之间的边境，比如说这个27个欧盟成员国，但是呢，同时我们要一个共同的监管来保护著作权。在欧洲是这样，在国际上也这样。有些人是反对著作权的，
他们呢认为是一种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不保护著作权，我们好像认为，好像呢，就是说那些传播的人就有权利，也就是说那不是著作权，而是传播者的权利了。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到底是属于谁呢？还有呢，对这种利润的分配也应该保证，对平台之间、初创企业之间，还有对这种服务器的这个企业之间这种分享。但是的话，我们首先要该想到那些创作者，我们首先要尊重他们的创意。所以的话，我们希望在网络空间里边呢，应该承认这种价值，创作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是有价格的，它得到传播，得到了欢迎，而且的话，这样的话应该给它带来益处，对它的创作者，这呢是一个基本的规则，我们呢应该很好的保护。我呢要求，我们呢需要为著作权、为这个创作者而奋斗。这个样做的话，不是妨碍互联网的发展，而正相反，是鼓励了这些创作者的这个呈现，男性、女性。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维护和保证随时能够有这个创意，这个能够传播。为此的话，我建议在欧洲建立一个平台观察站。Business on 这个平台对于公平竞争法是一个补充，而且它也要不断的演化，能够体现这种新经济的特征，而且是可以促进欧盟机制这个机构的更新，要为了。我们还需要重视教育，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战斗之一。要教育小朋友，让他们去学习，要有基础的教育，要有一些有在数字时代要有清醒的意识，要有一些这个伦理道德，要去学习这个互联网的相关的知识，让所有国家和非国家参与方的这个投入都是非常关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共同的去照亮互联网，给我们一启示，来避免互联网成为当代的蒙昧主义，而且不要被自己吓到。保护创新的能力也是。要保证税务的公平，那么新来的不能够有不公平的待遇，不能让已经在里面的人占有太大的优势。对数字经济、对数字企业的这个税收是不公平的。现在，因为经合组织有一项重大工作，让相关的税收变得要公平一些。那么，让都在这个数字领域也需要能够公平的有公平的税务。那么，他们在一个国家一些小的新兴企业，他们交税，但是那些大的巨型企业却不用交税，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们需要在欧盟进行。这个立法要有一个数字税收，那我也特别要感谢经合组织为此做的工作。我们需要有共同的想象力，不仅要有公平的税务，也要避免就是某一些霸权，几个大公司的霸权，他们享有一切的优势，他。
其实是影响了我们互联网的本质，它的 DNA 就是要创修、创新，要有公平的税收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要进一步的投资合作，来促进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在法国国内这么做，我们在法德之间有合作，在欧洲范围内也有项目。这些投资让可带来创作，而且也可以促进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更加的前后一致。法国充分参与在这个 G7，2019年法国将担任这个轮值国主席。那么，因为我与加拿大合作，那我与图图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已经达成一致，应将会建立一个共同的项目 VIEC。那我在人工智能方面，我和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想法。我们在欧洲应该要继续投资，我们现在只占10%的世界投资，太少了。那我们政府和企业都要进一步投资，在法德之间，在欧洲整个欧洲都要增加投资。那么在国际层面，我们要有倡议，要落实我们与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一起建立的这个一个合作组，应该要有广泛的视野，要和民间社会合作，优秀科学家合作，和所有的创新的人合作，要充分的利用经合组织的工作，尤其是在创新方面，而且要利用教科文组织在伦理方面的这个工作，因为如果没有伦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要把伦理的层面纳进去，所以我们要发明的这个机构，一定要让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数字革命的伦理、技术等方面。它已经超越了国家的范围，需要各方的参与，包括国际组织。那我就邀请在2019年第一季度末的时候，请人工智能的全世界的专家来参加，相关的讨论一定要带来解决方案。然后在2019年巴黎和平论坛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以及在柏林举行的这个 IGF。女士们、先生们，那么科菲·安南前秘书长不久前逝世，他曾经非常有意见地说到，他说要管理互联网，我们就必须要非常像发明互联网那样的人那样有创意。那这是我的一个愿望。那我们需要去进一步有这个技术的创新，也要需要有伦理、社会、政治和这个科技的这个创新。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那昨天是一站休战日，今天是今天12号，我们在这里举行互联网这个治理的论坛。昨天和平大会将会有这个几年的工作要展开，非常创新，因为要有新的这个国际合作的创新的这个国际合作方式。因为大家看到，国家之间不合作就会造成战争。那当时，当时的国联是联合国的前身。那么，我们要去重新去发明、创造我们的这样的合作。不仅是国家，各方参与者都要参与起来，这是我的愿望。我们要一起去创造发明。大家对于互联网有重大的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重大责任。因此，我毫无疑问，那么我们将会继承这个创建者的这个愿望，我们一定要迎接挑战。
祝大家会议成功。Merci, bon travail. Bon travail à vous.